This program is brought to you by 非华商联总会 Federation of Filipino-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Incorporated 非华个体联合会 Federation of Filipino-Chinese Association of the Philippines Foundation Incorporated 菲律宾中国商会 Philippine-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Incorporated Magandang gabi po sa inyong lahat. You're watching Cntv 菲中新闻台今天是7月27日星期二 I hope we see Candice Dan 陈静瑜让我们看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At Naritopo ang mga balita 菲律宾举重选手迪亚兹收获菲律宾奥运会历史首金 Wagi inang kauna-unahang medayang ginto sa Olympics si weightlifter Hidilyn Diaz Duterte 总统细数上任初期经济成果但新冠疫情破坏了一切Nagbigay ng ika-anim at huli niyang sona si President Rodrigo Duterte kahapon sa batasang pambansa. Philippine 累计注射超过1700万剂新冠疫苗. Sa kasalukuyan, ay nakapag-administer na ang Pilipinas ng mahigit 17 million doses ng COVID-19 vaccine. 法国议会正式通过防疫新措施法案,应对第四波疫情. The French Parliament approved the bill to tackle the fourth wave of coronavirus.详细报道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Ang buong detalye sa aming pagbabalik Don't change your channel, 请不要转台 Magbabalik po ang CNTV Enjoy China's scenic beauty and unique culture with the help of Uni Orient Travel Incorporated. Uni Orient is a trusted name and is the pioneer of China tour packages in the country. The next time you plan to visit China, check out the affordable tour packages of Uni Orient. Japan Parts Trading Center, dealer of a complete line of automotive and industrial bearings. Contact them at 255-7777.Want fresh quality seafood minus the hassles of a wet market? Then go to Cold Storage. With branches at Wilson Street, Green Hills, Panawe, and Carvajal Street, Binondo.啊、老板啊给我一盘炒面啊那个面要 Q 点啊味道要刚刚好还有不要太咸啊不要加味精啊不要加反式脂肪啊也不要加防腐剂啊不要加人造色素嘞还有还有啊拿去了Magandang gabi po sa inyong lahat. Kayo ay nakatutok pa rin dito sa amin sa CNTV. Ako po si Candice Dan, 陈静瑜. 首先带您关心今天的国内重要新闻. Narito muna mga balitang nakalap sa loob ng bansa. Philippine 举重选手迪亚兹收获菲律宾奥运会历史首金. Wagi inang kauna-unahang medayang ginto sa Olympics si weightlifter Hidilyn Diaz.据菲龙网报道，7月26号晚间，菲律宾举重选手迪亚兹以总和224公斤的成绩，在东京奥运女子55公斤级项目拿下冠军，并刷新奥运会纪录。这是迪亚兹第四次代表菲律宾出征奥运会，并首次让菲律宾国歌在奥运会场馆中响起。迪亚兹当时以抓举97分以及挺举127分的成绩夺冠。其中挺举成绩以及总和成绩双双破奥运会纪录。迪亚兹的教练是中国教练高凯文。迪亚兹在颁奖典礼后告诉记者，上帝是万能的，他以为菲律宾人做不到，但上帝给予他们这个荣耀。
在获得奥运会金牌之前，迪亚兹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就夺得女子53公斤级的银牌。此外，她在2018年亚运会和2019年东南亚运动会也获得举重比赛的金牌。马拉坎南宫随即发表祝贺，总统发言人哈里·罗克当时发文称，祝贺迪亚兹，菲律宾全国为你感到骄傲。与此同时，副总统林丽尼、参议长索陀、国防部长洛伦扎纳也发文祝贺迪亚兹。现年30岁的迪亚兹来自三宝岩，2013年以现役人员身份进入菲律宾空军，目前是菲空军民事军事行动组的建制人员。迪亚兹获得菲律宾首枚奥运会金牌后，将获得至少3300万披索的现金奖励。根据第10699号共和国法，参加个人项目的奥运金牌得主将获得1000万披索现金。此前，胜利集团总裁兼执行长蔡启文以及彭泽伦体育基金会主席彭泽伦表示，将为奥运会金牌得主各提供1000万披索的奖励金。同时，非众议员罗米洛也承诺为东京奥运会金牌得主提供300万披索的奖励。Chinatown News 菲中新闻台综合报道。杜特尔特总统细数上任初期经济成果，但新冠疫情破坏了一切。Nagbigay ng ika-anim at huli niyang sona si President Rodrigo Duterte kahapon sa batasang pambansa. 据菲龙网报道，杜特地总统在发表任期内最后一次的国情咨文演讲期间，提到了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之前，本国政府取得的经济成果，但这些成功在大流行之后部分或全部消失了。杜特地感谢国会和创收政府机构的征税努力，以及在他的领导下所实施的税收改革措施，使本国的经济从2016年第三季度持续增长到2019年第四季度，使得菲律宾成为亚洲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直到大流行激增和爆发。菲律宾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第三季度菲律宾经济增长 7.5%， 一直到2019年第四季度增长 6.6%， 但在2020年跌入历史新低。在爆发新冠肺炎疫情后，本国经济首次出现连续5个季度下滑。杜特地在同一次演讲中指出，在大流行之前，菲律宾的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收入和信用评级都创下了历史新高。根据2020年的数据，本国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为 54.5%， 高于2019年的 39.6%， 是200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在信用评级方面，菲律宾一直保持投资级地位，但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信用风险略微增加。会议评级将其对菲律宾的信用评级展望下调至负面。期间，总统还呼吁国会在剩余的时间通过创建疾病控制中心、病毒学和疫苗研究所以及非海外劳工部门的法案。 Chinatown News 菲中新闻台综合报道。菲律宾总统警告德尔塔若蔓延，他将被迫宣布封锁措施。 Nagbabala ang Pangulo sa posibleng mas mahigpit na lockdown kung kumalat pa ang mas nakakahawang COVID-19 Delta variant sa bansa。据菲龙网报道，杜特地总统周一发表任期内最后一次的国情咨文演讲，警告如果更具传染性的德尔塔变异在本国蔓延，他很有可能再次宣布封锁措施。杜特地表示，德尔塔变异目前正在肆虐印度尼西亚、泰国、印度和亚洲的许多国家。西方医学说它比最初的新冠病毒更具侵略性、更危险，并且更容易导致死亡。德尔塔已经出现在菲律宾，但希望它不会进一步蔓延。如果情况进一步恶化，它必须严格实施封锁措施。尽管警告将宣布封锁措施，但总统也无奈承认，本国经济再也无法承受更多的封锁，以免经济受到不可逆转的损害。与此同时，杜特地承认自己不知道如何应对新冠病毒的威胁，并称自己依赖于跨机构防疫工作组的建议。与此同时，总统表示将继续呼吁国会通过重要和关键的立法，并推动整个政府以确保国家的全面复苏和振兴。但要做到这一点，
人们必须首先克服新冠病毒威胁引起的严重恐惧、焦虑和不确定性。菲律宾政府此前已经针对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尼泊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阿曼实施入境禁令，该禁令将持续至本月底。 Chinatown News 菲中新闻台综合报道。菲律宾累计注射超过1700万剂新冠疫苗。Sa kasalukuyan ay nakapag-administer na ang Pilipinas ng mahigit 17 million doses ng COVID-19 vaccine. 据飞龙网报道，菲律宾卫生部表示，本国已经累计注射超过1700万剂的新冠疫苗，其中1111万3107人已接种至少一针新冠疫苗。6089314人已经完成疫苗接种。若以群体来分析，接种第一针群体中1945838名医护人员已接种疫苗，2836224名老年人已接种疫苗，3617104名合并症群体已接种疫苗，2288859名前线经济工作者已接种疫苗，4255082名贫困群体已接种疫苗。完成疫苗接种群体中，1396737名医护人员已接种疫苗，1605858名老年人已接种疫苗，2052279名合并症群体已接种疫苗，812141名前线经济工作者已接种疫苗，229599名贫困群体已接种疫苗。非卫生部表示，本国上周共注射2106160剂新冠疫苗，平均每日接种308880剂次。菲律宾卫生部计划在年底前为居住在新冠高危地区的5800万人接种新冠疫苗，以达到人口保护的目标。鉴于德尔塔变异的威胁，非卫生部呼吁民众遵循基本卫生检疫措施，并尽快接种新冠疫苗。Chinatown News 菲中新闻台综合报道。在马尼拉市接种疫苗的民众现可上网获取疫苗接种证书。Vaccine certification among fully vaccinated individuals sa Manila, maaari nang mag-access online. 据飞龙网报道，马尼拉市政府周一宣布，在该市接种新冠疫苗的居民和工作者可以通过访问市政府疫苗网站来获取疫苗护照以及疫苗接种证书。市长伊斯科莫雷诺表示，疫苗接种证书已于7月26日上传至市政府疫苗网站www.manilacovid19vaccine.ph。 民众登录网站后，只需填写注册时提供的手机号码以及接种人名字，并填写验证短信码，用户点击菜单选项卡即可选择疫苗护照或疫苗证书。民众若有出境计划，可利用该疫苗接种证书来证明自己已完成两剂疫苗的接种。截至7月25日，马尼拉市已经有464631人接种了疫苗。与此同时，莫雷诺当日也宣布，圣托马斯大学的体育馆将作为市政府最新的疫苗接种场所。启动首日，该疫苗接种点可为 A1 至 A5 优先群体提供800剂的新冠疫苗。 Adamson University 和 Colegio de San Juan de Letran 也计划将校园的一部分作为新冠疫苗接种的场所。 Chinatown News 菲中新闻台综合报道。休息一下广告之后，菲中新闻台马上回来。 Don't change the channel. Magbablik pa ang CNTV pagkatapos ng ilang paalala. Coming up next.阮川福宣誓就职越南国家主席。Nguyen Xuan Phuc was sworn in as the new state president of Vietnam.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Don't change that channel, Magbabalik po on CNTV, 菲中新闻台。Enjoy China's scenic beauty and unique culture with the help of UniOrient Travel Incorporated. UniOrient is a trusted name and is the pioneer of China tour packages in the country. The next time you plan to visit China, check out the affordable tour packages of UniOrient.
Japan Parts Trading Center, dealer of a complete line of automotive and industrial bearings. Contact them at 255-7777. Want fresh quality seafood minus the hassles of a wet market? Then go to Cold Storage. With branches at Wilson Street, Green Hills, Banaue, and Carvajal Street, Binondo. Cntv 我是 Candice Tan 陈静瑜。接下来我们将镜头转向国际方面。At para naman sa mga global news. Fagwa Yi Hui Zheng Shi Tong Guo Fang Yi Xin Tuo Shi Fa An, Ying Dui Di Si Bo Yi Qing. The French Parliament approved the bill to tackle the fourth wave of coronavirus. 据中新社报道，法国议会当地时间7月26号正式通过防疫新措施法案，旨在应对目前的第四波新冠疫情。法案内容包括扩大健康通行证使用范围，并要求所有卫生领域工作者接种新冠疫苗。法国国民议会26号以156票赞成、60票反对、14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正式通过防疫新措施法案。该法案上周已分别由国民议会和参议院表决通过，25号晚交由两院组成的联合委员会继续审议，就法案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根据法案，民众自8月起前往餐馆、咖啡馆、展览中心等场所，以及乘坐飞机、火车、长途客车等交通工具，必须出示有效的健康通行证。法案授权地方行政长官要求民众进入某些购物中心需出示健康通行证，未能有效监管的场所及其管理人员将会被处罚。另外，12岁至17岁的未成年人将从9月30号起按法案相关要求出示健康通行证，因此今年夏季或新学年开始时是为该年龄段未成年人接种疫苗的最后期限。民众如果想要获得健康通行证，必须证明自己已完全接种疫苗，或者在最近的病毒检测结果中呈阴性，或者在最近的病毒感染中康复。根据该法案，一项政府法令将概述如何处理来自其他国家的疫苗接种证明。该法案还强制要求医院、诊所、疗养院和养老院等所有卫生领域工作者以及消防员等专业人员接种疫苗，拒绝接种疫苗的相关人员将会被禁止从业，并会被暂时停薪。不过，表决通过的最终法案文本删除了因拒绝接种疫苗等违法行为而解雇员工的条款。法国第四波新冠疫情严峻，单日新增感染人数快速增加，累计确诊病例现已逼近600万例。官方担忧医疗系统可能会重新面临压力。Chinatown News 菲中新闻台综合报道。阮川福宣誓就职越南国家主席。Nguyen Xuan Phuc was sworn in as the new state president of Vietnam. 据中新社报道，7月26日，阮川福向越南国会宣誓就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任期2021年至2026年。据越通社报道，越南第15届国会26日上午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阮川福为国家主席。阮春福按越南宪法规定宣誓就职。阮春福宣誓绝对忠诚于祖国、人民、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努力完成党、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任务。他承诺将与国会、政府和整个政治体系一道努力，本着不让任何人掉队的精神，密切关注国家全面发展的愿景、路线和战略的实施。
据越南人民报介绍，宛春福1954年生于越南广南省桂山县桂福乡，1982年加入越南共产党，曾任越南政府副总理、越南政府总理、越南国家主席等职务。今年3月24日至4月8日，越南第14届国会最后一次会议选举王廷惠为国会主席，宛春福为国家主席，范明政为政府总理。根据越南相关法律，上述领导人任期应截止到第15届国会第一次会议，届时需重新选举。 Chinatown News 菲中新闻台综合报道。突尼斯总统宣布解除总理职务。 Tunisia President dismisses the Prime Minister and suspends Parliament. 据中新社报道，北非国家突尼斯总统赛义德在当地时间7月25日宣布，根据宪法相关条款，决定解除总理麦西西的职务，并暂停议会活动。赛义德25日晚与军队和安全机构负责人举行紧急会议，并宣布一系列紧急措施，包括解除总理职务，由总统暂时领导政府直至任命新总理，暂停议会活动，取消所有议员的豁免权。赛义德警告说，不要出现任何暴力行为，否则武装部队都会回击。此外，他说自己未来会在新总理的协助下行使权力，给国家带来平静。半岛电视台引援突尼斯议会议长拉希德·加努西的表态说，总统此举是一种政变。半岛电视台指出，游行示威的参与者们对总统的决定表示支持，但社会和经济改革问题依旧是需要被解决的。当地时间25日，突尼斯部分地区发生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抗议政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不力，缺乏有效措施提振经济并解决失业问题。示威者要求解散政府和议会，并在部分地区与警察发生冲突。 Chinatown News 菲中新闻台综合报道。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Ilocos Region, Zambales and Bataan will have monsoon rains. Metro Manila, Batanes, Babuyan Islands, Abra, Benguet. Occidental Mindoro will have cloudy skies with scattered rain showers and thunderstorms. The rest of the country will have partly cloudy to cloudy skies with isolated rain showers or thunderstorms. 大明区今天的温度是26到30度，碧瑶市17到19度，苏武市27到33度，达沃市25到34度。And that is your latest weather forecast. 我是 Candice Ann 陈静瑜，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广告之后还有华社新闻，请不要转台。Magpublic po ang CNTV. Enjoy China's scenic beauty and unique culture with the help of UniOrient Travel Incorporated. UniOrient is a trusted name and is the pioneer of China tour packages in the country. The next time you plan to visit China, check out the affordable tour packages of UniOrient. Japan Parts Trading Center, dealer of a complete line of automotive and industrial bearings. Contact them at 255-7777. Want fresh quality seafood minus the hassles of a wet market? Then go to Cold Storage. With branches at Wilson Street, Green Hills, Banaue, and Carvajal Street, Binondo.给我一盘炒面啊，那个面要 Q 点啊，味道要刚刚好，还有不要太咸啊，不要加味精啊，不要加反式脂肪啊，也不要加防腐剂啊，不要加人造色素嘞，还有啊，拿去了。Nakatutok pa rin dito sa amin sa CNTV. Ako po si Candice Tan, Chen Jingyu.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华社新闻。Ating alamin ang mga bagong kaganapan sa Filipino-Chinese community.
FFCCCII, DPWH, and CRBC held a meeting to discuss the road closure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inondo Intramuros Bridge project. 商总领导协同工造及公路部与中国路桥公司等代表举行座谈，探讨华人区黄城桥梁工程施工期间封路事宜。 非华商联总会领导在理事长林玉庆博士指示下， 与7月8日下午2点在八楼董事室与中国路桥公司、工造暨公路部、 马尼拉交通暨泊车局、大马尼拉发展署、非国警民警区11号警区的代表以及民事第三区281号苗龙雅主席，以及该会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 282号苗龙雅主席 Steven Yap 举行座谈，探讨在商总大厦旁边建造一座 从皇城内通往华人区民伦落的桥梁的相关事宜，有官方案正在全数加紧施工，以使能够顺利完成。该座桥梁是根据本国与中国之间一项经济技术合作协议新建，原定2021年最后一个季度竣工，但是由于受到部分计划更改及新冠疫情影响，而延迟了差不多8个月的时间，并预计延至今年年底竣工。 为使事项工程能够如期完成，与会各方探讨暂时封闭 Das Marinas 桥的Juan Luna 街至 Muelle Binondo 街路段，以对该桥梁的施工提供方便。与会各方均对有关建议和决定一致表示赞同，并将予以支持，以使该项造桥工程能够按预计目标在今年第四季度完成。该会领导并表示将全力配合各有关方面， 以使该项工程能早日圆满完成。大家就相关施行细节进行深入探讨和密切交流，并提出各自的构思和建议，达成有益和建设性的共识。该会出席领导有秘书长严长江博士、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准将和秘书长助理陈光灿。出席者尚有工造暨公路部项目经理 Melchor Choi Gabiling 和马尼拉交通暨泊车局副局长Wilson Chan。 Cntv 菲中新闻台综合报道。 Quanzhou Emporium of the World in Songyuan, China was successfully included in the listing of 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s. 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7月25号17点40分， 在中国福建福州举行的第44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申报的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顺利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项目增至56项，举国同贺。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于7月16号晚拉开序幕。 作为此次中国唯一申报的世界文化遗产，泉州项目备受关注。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全委会和国家文物局、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全力支持、精心部署、统筹推进下，在国际、国内及省市专业机构和专家的专业支持下，攻坚克难，深入推进专题学术研究。市委市政府高位推动， 泉州市全市上下齐心协力，共同努力。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终于传来佳音，正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一共由22处代表性遗产点组成，9日山奇峰石刻、世博寺遗址、德基门遗址、天后宫、真武庙、南外宗正思遗址、 泉州符文庙、开元寺、老君岩造像、清净寺、伊斯兰教圣墓、草庵摩尼光佛造像、慈照窑址、德化窑址、安西青阳下草圃冶铁遗址、洛阳桥、安平桥、顺济桥遗址、江口码头、石湖码头、六圣塔、万寿塔。22处遗产点 不仅记载着当时泉州的繁荣景象，也证实着一个由中央本土和海外多元社群合力开创的特有的海外贸易体系，并造就了该时期世界海洋贸易与文化交流的辉煌。菲中电视台热烈祝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Chinatown News 菲中新闻台综合报道。The Federation of Filipino-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Incorporated plans to end the first dose of vaccination on July 31. 商总计划7月31日结束第一剂疫苗接种工作。由于寄存疫苗仓库公司有期限，非华商联总会计划在7月31号或8月第一个星期结束第一剂疫苗接种工作，结束后开始第二剂疫苗接种。若已付清费用尚未接种者，可前往光启及迦南，在场商总领导及志愿者会帮助安排接种日期及时间。若已付清疫苗费用但无意接种或有意委托商总代为转让者，可于办公时间早上8点半至下午5点通过以下热线号码向该会秘书处同仁询问和寻求协助。登记内容包括姓名、电话、接种代码、疫苗费及接种费已付清或只付疫苗费、向何团体订购、登记在何处接种代表的姓名。截至7月31号，若无登记者当自动放弃论。因商总需接洽接手人士再安排接种第一剂，隔28日后再安排接种第二剂疫苗，届时已临近存放的期限。 Chinatown News 菲中新闻台综合报道。以上是 CNTV 新闻的全部内容。 You may also catch us on Facebook and YouTube at CNTV 菲中新闻台， as well as our website www.chinesenewstv.com。 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CNTV Philippines。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Ako po si Candice Dan 陈信瑜， magkita kita po tayo muli bukas alas 9:30 ng gabi dito lang sa CNTV. This program was brought to you by 非华商联总会 Federation of Filipino-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Incorporated 非华个体联合会 Federation of Filipino-Chinese Association of the Philippines Foundation Incorporated 菲律宾中国商会 Philippin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Incorporated